情的掌声。给热情的尖叫声响彻，主持人啊，总是要到最后的时刻才听到这么大的掌声啊，今天真的很感动，非常的开心啊，我第一次在河畔的前面唱歌，然后在河畔的对面就是你们，其实我听到你们很大声很大声的掌声呀，这个掌声其实就像是乐器一样的，非常有节奏啊，今天非常的开心，我觉得能够跟这么专业的，不管是管乐团也好，还是古典乐团也好，我觉得能够跟他们一起合作。当然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也听到很多非常精彩的演奏曲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最精髓的地方。不过今天晚上，不管是演奏曲也好，还是由他们来帮我伴奏我所演唱的歌曲，我都非常的感动。我不知道你们有被感动到吗？有。好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住宅区的附近，所以我们赶快把它唱完好不好？就不会吵到别人。唱一首非常情歌的情歌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好吗？再次给我掌声，谢谢。现在
谢我们台湾青年管乐团，谢谢，谢谢王老师、王指挥，谢谢，也要谢谢阮老师、阿潘老师，还有阮老师，阿潘老师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这个我知道大家都很舍不得你离开，是的。可是，其实为了因为我们场地有申请时间哦，对，对，所以我就快快把它唱完。没有，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，那我还有时间吗？如果今天晚上听得不过瘾、你也唱得不过瘾，是，我们6月9号，是的啊，6月9号小巨蛋，在台北小巨蛋，好不好？还有另外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，她是仙女，她叫齐豫。我和齐豫6月9号在台北小巨蛋办一场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音乐会，叫做《回声》，还有三毛的半生故事，所以叫做三毛、齐豫、潘越云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，好吗？好。所以今天晚上听不过瘾的话，赶快上网 Google 一下《回声》，6月9号在小巨蛋，我们可以一次听得更过瘾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今天阿潘老师特别准备了很棒的精彩，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跨界的结合，台湾青年管乐团。当然要特别感谢所有市民朋友您的热情支持，也要特别感谢辛苦的主办单位。所以我听说今天有人远从 LA 飞到这边来听你唱歌，哎，那这其中是我们区公所的伙伴，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周崇奇周区长，还有我们辛苦的主办单位，大家一起上台来，我们要跟我们的阿潘老师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管乐团的老师们，大家一起合影一张好吗？ OK， 来，好，我们谢谢，这是我们的周崇奇周区长，我们的主办单位，谢谢。那我们请赖仔周、赖仔林定，还有林碧秀、林议员、也在我们的活动会场哦。好，来，谢谢。那我们也请台湾青年管乐团的老师们，我们一起跟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来团体合影。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跟我们共同热情参与今天。